照叫你去玩早就完事了。嗯。啊，坐我车的副驾驶，嗯、油门踩到180，排气管的火焰可以烫到皮肤的伤痛。飙起来就完，飙起来就完事了。在后面开杜卡迪，杜卡迪，知道，抱着我的腰，我开杜卡迪180，飙就完了，还在等什么呢？杜卡迪，200万一辆的摩托，把头盔戴起来，还在等什么呢？这边坐着抱着腰，一脚，又一下就从这边跑到那边去了。好不好，妹妹？